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君，欢迎收看本期精彩节目。随着航天科技的兴起，那原本宛如天堑的距离被无限的缩小，让人炫目的星河变得触手可及，而此时那个尘封无数年的问题再次浮上心头，浩瀚的星河中有其他智慧生物吗？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人类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过程。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几十年的费力寻找并没有什么收获，茫茫宇宙仿佛只有人类在孤独呐喊。我们对于浩瀚宇宙中是否还有其他高级智慧生命也充满了好奇，寻找外星人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即使许多科学家，包括已故伟人霍金，对此都明确表示出了反对，因为在我们认为地球已经是科技发达的文明，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外星文明是否也持相同观点。或许在他们眼中，人类文明只不过是原始程度而已。当然了，虽然没能在现实中找到他们，但是这却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设想。在结合了人类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之后，科学家们认为，如果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发展超过一亿年的超级文明，那么有三个技能肯定是必备的，或者说他们肯定会发达到掌握这些技能的程度。一、开采其他行星金属的技能。如果问当今时代什么最缺，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答案，那就是人才。可如果问你22世纪什么最缺，你还能回答上来吗？事实上，著名科幻小说家亚瑟·查尔斯·克拉克在其著作《地光》中早已给出问题的答案：金属。我们都知道，在人类数万年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抢土地、食物、人口和石油这样的自然资源，曾发生过许多的战争。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渐渐发现前面的几样东西根本不用抢，直接抢石油样的自然资源才是最高效便捷的。而这也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人类未来实现了可控核聚变，像石油这种对环境破坏大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是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么届时没有能源方面的纠纷，是不是就意味着世界和平不会再出现中东地区的情况了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为解决了能源之后，人类将会有新的东西可抢，那就是和石油一样同属不可再生资源的金属。对人类发展来说，金属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重要东西的提供者却不是地球，而是整个广袤的宇宙。通过学习化学，我们知道在元素周期表上，排名越靠后的元素就越稀有，而稀有不仅意味着它数量少，同时也意味着极高的获取难度。例如我们熟知的金元素，从整个可观测宇宙角度来看，金元素的占比是非常稀少的，因为它只有在大质量恒星毁灭发生超新星爆发时才能够产生。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于元素排名靠后的金属需求量越来越大。例如制造汽车、飞机需要的金属元素序号正常在20到60，发展核能需要的序号则到了92到94，而100之后的元素已经能够直接撑起一条工业产业了。正如上文所说的，金属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也就是说地球上的金属含量是有限的，一旦将这些金属消耗一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出地球，到宇宙中其他天体上去寻找和开采。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人类的未来在宇宙中的原因。所以对于一个超级文明来说，能够大量开采其他天体上的资源是必备的技能。而反过来看，如果一个文明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它也不可能成为宇宙中的超级文明。二、近距离利用恒星能量的技能。我们都知道，可使用的能量等级决定了一个文明科技水平。按照卡尔达肖夫指数，宇宙中的文明总体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人类现在差不多只有0.7级，而能算得上超级文明的文明肯定已经掌握了使用恒星能量的方法。
关于使用恒星能量，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曾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过戴森球的设想。所谓的戴森球，就是一个将恒星全部包住的人造结构，这个结构能够吸收恒星释放出的所有能量。戴森认为，当一个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对能源的需求将是庞大的，所以这种结构的存在将会是一种必然。或许有朋友会有疑问，如果某个文明已经熟练掌握可控核聚变技术，并且也具有前面提到的金属开采技术，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建造戴森球呢？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呢？事实上，这并不是多此一举，因为可控核聚变产生的能量和戴森球吸收到的能量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现在我们觉得能源够用，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地球，没有真正的去殖民和开发宇宙。当我们真正离开摇篮开发宇宙的时候，就会出现巨大的能源缺口，而这个缺口不是人工核聚变能够填补的。所以这时候近距离利用恒星能量将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能力。三，把种族基因传播到其他恒星系的技能。如果你觉得能够走出母星，去其他天体上开采金属，建造许多大型空间设备，能够利用恒星能量，对于一个超级文明来说就够了的话，那么你可就想错了。因为这些对于一个超级文明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站在恒星系的角度看，灭亡是注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恒星虽说叫恒星，但是它并非永恒存在的，它也会有死亡的一天。更何况宇宙中的危机四伏，一点小小的连锁反应就可能让一个恒星系覆灭。所以在此前提下，一个超级文明肯定还要具备将自己的文明火种和种族基因传播到其他恒星系或者其他星系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这里说传播基因而不是直接送出活体，是因为宇宙中的距离尺度太过惊人，而想要克服漫长的距离尺度和时间尺度所需要的代价也是惊人的。所以综合来看，单纯的送出基因肯定要比送出活体容易得多，同时成功率也会更高一些。当然了，如果把种族基因传播到其他恒星系，真的是超级文明必备的技能之一，那么就出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地球生物会不会就是这样起源的呢？总的来说，对于超级文明必备技能的设想，其实还是以人类为蓝本的。而宇宙中各异的环境或许会造就各异的种族，他们可能会和人类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身体构造上，还有可能体现在对宇宙的理解以及科技的发展上。所以他们真正的必备技能可能只能等未来和他们接触后才能知道，而这一天估计不会太晚。如果宇宙中有高级生命文明，那么极有可能科技水平是超越人类数倍，这些文明也被称为星星文明。我们在宇宙中只不过是个低级萌新，甚至连太阳系这个新手村都还没有走出去。但即使先进的文明想要在茫茫宇宙中寻找到人类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至今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外星人来过地球。但按照人类目前的研究理论来说，宇宙至少已经存在138亿年，那么其中很有可能存在发展超过1亿年的文明。相比起人类从诞生至今也不过数万年时间，对于已经发展了1亿年乃至数亿年的文明来说，人类根本不值一提。这也就是所谓的黑暗森林法则，也是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希望人类不要热衷于探索外星文明的存在，因为人类目前实在太过渺小。如果某天外星人真的能够到达地球，毫无疑问，他们的科技绝对在人类之上。那么他们会给人类带来技术进步，还是为人类文明画上句号，还是个未知数。那么小伙伴们，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